能源和环保是21世纪需要面对的重大难题，而太阳能的应用就是当中的关键。在国际环保博览2009，太阳能产品自然是主角之一。大家都看到这个展览会越办越成功，有来自香港不同界别的人士和海外不同国家的买家。菲尔特的服务相当多元化，当中包括资讯科技和环保能源，很多世界知名的品牌都选择菲尔特作为商业伙伴。在展览期间，更有不少外资机构诚邀合作拓展商机。